们总共哦，包含了中视的爱心基金会，以及包含我们节目的制作单位，总共认购了120支的这个爱心伞。是的，爱心希望基金会希望他们帮助我们，去代替我们去照顾这些癌友以及他们的家属。大家好，我是雅君。雅君哦，他抗癌成功，他是冠军呐啊，厉害了，不是雅君哦。对，只有专心做好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自己照顾好，然后跟小朋友保持联络。一定要好起来。对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带着小朋友牵他们进学校。没错，就准备要怀老二的时候，是，我想要告诉大家，就是我已经走过来了，然后我现在也很快乐，也很健康。然后如果你跟我一样，你就不要怕，接受治疗。你看一两年后，我们还是可以就是正常来这边玩游戏。太棒了。